好，这边比赛开始，山西队呢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。发球线梅奥利用韩德俊的一个无球掩护，再给出来赵继伟的三分机会，好球。以这个三分球出手的频率来看啊，你这个三十分还是确实有可能。啊，又一个。好球啊，这个三当中最短板的一项。对，他的特长是他的劲爆的身体素质以及突破。嗯，好球，韩德俊这球啊，基地给的漂亮，篮下，刘志轩利用身高打漂亮。战术呢，得有好几种变法。对，都是活的啊，罚球线附近，哎呦，这球打板儿。李小旭和赵继伟挡拆，赵继伟外线直接扔了，好球。今天赵继伟两个了，对，而且这个球啊，防赵继伟再回给韩德军正面的突破，好球，外线就是滕克奇，对，然后可能在最要进或者需要得分的时候，我再来，对，我再来，换上贺天举跟艾伦，就是又保持了另外一种冲击力打法。韩德军让始终保持着两套有冲击力的阵容。对，防得不错啊。外线这也都不是机会，这得扩过去。好球啊！反击的机会，好球，好球，快了，直接罚中距离。欧联梅奥第六个篮板球。梅奥今天是。有机会啊，这是我说的点，他对吗？好像对了。这该有吧？啊，也没补进去。何天举，好球，打犯规啊？是吧？那我还听说一种有空气犯规，是吧？你看看，哎呀，这次那。哎，好球，美奥啊！一个这个，骑马射箭很轻盈啊，这是。可一直在强调尊重裁判的判罚，对啊，不管他做了什么判罚，我没强调别的了。而且呢，镜头啊，这个转播技术越来越高，这边。这边山西队是守联防，看看郭艾伦出机会，自己的好球，好球，艾伦，王安军，这球跑得漂亮啊，他咬得非常紧，这是机会，对，大韩可以凿一下，这是五号位打四号位，漂亮啊，尤其这个防守下面，下来之后这个反击，这边起来也打进，姿势先出来啊，哎，好球，这是田贵森。哎，好球，圆对吧？可能哈，他打了这么多场球了。哎，篮筐又吐饼了。之前都是晚上球嘛，可能对，那个可能没看，就是可能就下午有时间。好球啊，抛投命中。哎呦，漂亮！三不沾是被我们解说给吓的，真棒啊！啊，我见过很多这个七分十个篮板，你看这个打得真好，挺我今天。你看内线现在，这个破出来了。何天举，假的，这是真的。好球，反击没有了，因为对方已经回去了。对，这个就反击，哎，哎呦，观赏性啊，这就是观赏性。这个说，因为这个弹幕啊，这啥人都有，就我觉得呢，也许这个键盘侠，漂亮的。哎呦，人球分过，哎哇！你说这球，这是不是就是能力？这个对防守放点强度了。颠进去、颠进去，这也往里转。换人，换这个。外线邢志强有篮儿，哎，这个转移不好，邢志强快攻反击，哎呦，这球抹过来了，
打韩顶着打，好球，对，一下打不了，没有，哎呦，这第一步是真快，传出来，好球啊，好饼，真香。嗯嗯，这边还上一三分，完成后仰，哎，可惜了，这有补篮，颠进去。如果您支持山西队，同样可以去到咱们隔壁的山西专场看主队解说。吊得漂亮，得，好球，轻松极了啊！突然的上抢，又是一个抢断啊！这是四打二的快攻反击，赵继伟如何分配球？外线找出机会，再倒回来。回练手，对，三号赵继伟。嘉硕呢，在这个国信体育中心那个馆，这个呢是红岛赛区的，但是还是要更合理。嗯、等刘志轩回了，拔了，还是投啊，漂亮，行、哎，出去找机会，时间、啊，刘冠岑分球，葛兆宝的中距离也进。哎呀，这饼吐的，好补篮啊、嗯！好球、啊！逼近傍晚，那很多球迷呢，这个也下班了啊，来到咱们直播间找大韩，回头望月，廖旭再补篮、啊、再进，好球！邢志强，邢志强，哎呦，嗯，这三分有篮啊，好球，好球，漂亮啊！亮，又是葛兆宝。嗯、好球！我让他再去接一电话啊！我这没有跳步，漂亮，漂亮！那艾伦，这是大个打小个，好球！这是，辽宁队24号和13号做出了一个排球的双人拦网动作，紧接着快下反击，6号贺天举打进。哎，三秒了。嗯，邢贵森的突破。啊，这个突破，弹了，对。是，而且确实有点太明显了。是。投了。是，哎，这边中距离打进。防守，你看，嗯，突然的加速突破，上抢可以上抢，这还是挂一个掩护，嗯，没要了，转一球，扑他，漂亮，张泽龙跑出空位了，还想延射一次 O.J.Mayo，但是就进，别大喊，对，这边防下来第一次进攻。张德龙，哎，这球传一基地，好球啊！自己的抛投，好的，颠进去了啊！好球啊！邢贵尊没敢出手，哎呦，这背后运球，卡住了，转移，三秒，两秒。打完低位打一蒙飞，五号位打四号位，漂亮。又是打进加罚，防守是关键啊。刘冠岑，这给了一个急停的机会，不要让对手，哎，这球进攻犯规，撞人了，带球撞人。低位，嗯，哎，跑得不错，转移，贺天举外线三分，好的，做好防守。这次的分球，已经这五分球怎么也得是两个回合，对吧？对，至少两回合。背转身，好的。七秒、六秒，压缩进攻时间。哎，这球打中。大韩要球，距离又一点点远，往里头再腾两步。哎呀，没有协防。这球走步违例。漂亮啊！入了山西的手中，再要一三分，还是不进，但是又丢篮板啊！不要犯规，不要犯规，两分，肯定是要对杨队进行犯规了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这个球关键失误啊！机会坚决把握。哇，这球怎么吹？进攻犯规，这球吹没有的推人犯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确实赢了。再来看，不是吧，阿 Sir？ 突破进去，分球，这球断下来。
辽宁队球权这边收起了小手，放到胸前，生怕再越南边线球越失误，不要失误，不要失误啊！然后发进来就可以。来，给到 O.J. 美耀，这边上罚球线，节奏对，对节奏和心态。哇，真进去了啊！就是先保证对能不输，常规时间不输。第二罚个关键篮板呀！山西队快攻反击，一秒外线远投三分，比赛结束了。辽宁队108-105战胜了山西队。